各位晚安，欢迎收看大甲光面特约时事即食面，我是花仔星。今天是2018年9月14日星期五。淘宝网无奇不有，号称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你买不到。不过理想和现实永远存在差距，即使网上一直流传大量淘宝货不对版的案例，但是因为贪便宜的心态，仍然有不少人支持。不过你以为淘宝货只是便宜那么简单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淘宝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，就好像近日成为淘宝上面焦点产品之一的自助包皮切割器。没错，这个并不是红酒的开瓶器，而是饱受包皮过长影响的男士的恩物，包皮切割神器。只需要200元人仔就有交易。根据商品介绍，刀片锋利横切一次成形，切完顺便缝合埋伤口，睇片一学就明，唔需要到医院复诊，更加唔使俾成千上万嘅手术诊金。有买家留言表示自己成功自行切割包皮，声称做得非常完美，一次成形冇出血，仲有相为证添。到底系唔系真系 work？ 我花仔星就真系冇办法同大家实测验证啦。不过，近日我哋发现本台高层假猫进神神秘秘咁收埋咗个淘宝包裹，而佢嘅台底更加有唔少血迹。唔通除咗成功嘅例子，亦都有买家留言直指自己切掉一半，狠心留下负评。急症科专科医生司徒敬豪亦都话，用呢一类嘅神器，随时龟头都割得甩，唔一定可以搏得翻噶。所以呼籲大家嘗試 DIY 割包皮，要有砍掉重練的心理準備。除了 DIY 割包皮神器，近日淘寶又有另一件神奇產品了，本世紀重大發明，可以顛覆男女性別限制，改變家庭角色地位的產品——烘印吹乳劑正式面世。即使你有沒有陀過 BB， 甚至你不是女人，只要喝了这隻烘印吹乳劑，隨時隨地都可以擠到奶水出來。更加有男買家在用家評論中表示谷奶成功，有相為證。至於這些白色液體是不是真的他的奶水，真是他自己才知道。真心教教主超哥表示自己有喜歡喝人奶的喜好，不知道他又有沒有買回幾樽烘印吹乳劑，自己的奶自己泵呢？男性產奶這些這麼不可思議的事，究竟有沒有可能做到呢？婦產科專科醫生表示，男性體內是有乳腺的，而透過增加雌激素和催乳激素，可以刺激到乳腺組織，令乳腺出現一些分泌物。但是這些分泌物並不是真正的人奶，是不會有 BB 仔所需要的營養和抗體。而且男性亂食雌激素和催乳激素都會損害身體健康，令到男性特徵消失，隨時絕子絕孫，大家千萬不要亂試啊。其實淘寶的創意產品一直都很匪夷所思，就好像前排興起的非洲小朋友幫你打廣告這種離奇服務。客人可以要求非洲小朋友拍一張照片和拍一條片，影像中會有一塊黑板寫上中文字，旁邊圍著一班非洲小朋友，黑板通常寫住我愛你、生日快樂，又或者各式各樣的產品資訊。班非洲小朋友會跟住拍攝者讀出不同的句子，製成一條短片。賣家以慈善來包裝這個服務，其實大部分的收入都是被商家和拍攝者瓜分曬的，而非洲小朋友就可能只得一粒糖了。預期是這樣，我們 MIGLTV 都可以為大家打造一個非洲兒童打廣告服務，包保廣東話正過那班小朋友很多。賣廣告，賣廣告，搞宣傳，搞宣傳，找你 MIGLTV 啦，找你 MIGLTV 啦，今年網購發展迅速，網店比實體店更具發展空間，
大家只需安坐家中，足不出户，上网按几下就可以即刻买到心头好。但是现时网购网站泛滥，开个 IG、Facebook page 就可以经营一盘生意，所以货品质素参差不齐，就好像去淘宝咁，价钱虽然平，但是买回来的东西很多时候都不啱心意，或者是用两用就报废，结果又制造多一件垃圾。香港人一分钱一分货，不要再贪平就浪费运费买淘宝了。如果大家想买得开心又放心，那就当然上来 MIGRTV 网店 store.migrtv 买各款的食品、饮品和生活用品。今晚吃面就吃到这里，下次再和大家大夹干面，再会。大夹大夹大夹，我讲紧大夹干面啊！嚟自台湾嘅大夹干面，以天然嘅小麦粉制，无添加，不经油炸，搭配 100% 纯黑豆提炼嘅酱油，健康好味又唔油腻，仲有八款味道俾你拣，好食到停唔到口啊！大夹干面就系令你想大夹特夹，大住夹大啖食嘅台湾手工面。冇面啊！我冇面喎。